Inca 呢種形式嘅遊戲咧，如果好處嚟講咧，其實佢可以咧令到小朋友遠離電子產品，增加咧現實同人與人之間嘅溝通嘅，從而咧可以增進佢哋嘅社交能力啦、解難能力啦、專注能力啦，甚至執行能力嘅。因為喺遊戲裏邊咧，好多輸贏嘅時候咧，佢哋都要調節自己嘅情緒啦，要同人合作啦，亦都可能要諗一啲對策，令到自己點樣喺遊戲裏邊咧係會勝出嘅。